愚蠢的谎。保罗他看万事如同粪土，那个的名，那个利。我不是说我们不能够拥有东西，但是是什么让你没有办法快跑跟随了？什么东西今天晚上摆在十字架的脚前？闭着眼睛去在主的面前去听他在对你说什么，你去听主在对你说什么。不要紧紧抓着，愿唯有当你放开，他才能够把更多交在你的手里。愿主今天晚上再对一些人说话，愿你抓得太紧了，让主没有办法给你更多。你抓得太紧了，主说可别放松一点，他要给你更好的。去听，去听。准备哦，慢慢的起来，来一点，来一点，再来一点，再来一点，再大声一点，有烈火的祷告，又再来多一点，没有戴着口罩就没有声音了，大声一点，火热一点，再多一点，让那烈火来焚烧。再多点 ，one, two, three， 大鼓再多点，放，放。继续保持这样哦，继续。撑到最后再 drop 下来， drop。换个换歌。主啊，今天晚上，我们就是说，我把一切摆在你十架的面前。换歌，下一首。Soft， 然后节拍器关掉。
乐团来点，再多点，一起来，再来，求你扬起白光照我的心，你是我心充满了快乐，主啊，你是我全然心靠，耶和华是我的安慰。 drop 下来，就走这样啊，一级，然后下行。诗篇第十一篇第四节，一起读。耶和华在他的圣殿，耶和华的宝座在天上，他的慧眼察看世人。再一次来，耶和华在他的圣殿里，耶和华的宝座在天上，他的慧眼察看世人。弟兄姐妹，大卫讲这一句话的时候，你要记得他第一节说的是，我是投靠耶和华，你们怎么对我说，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去。大卫在这时候他受到了逼迫，他预见到了危险，他预见到了极大的困难以及逼迫。在这危险当中的时候，旁边的人就跟他讲，大卫你还不逃，快点逃，没救了，这是没有人可以给的答案了，你赶快走，不要留在这。恐慌无力，但是大卫给的答案是很不一样的，因为他的答案在这第四节里头就讲了，他说耶和华在他的圣殿里，耶和华的宝座在天上。三个人听到这一句话，大卫他不紧张，因为他说耶和华在他的圣殿里，耶和华的宝座在天上。他讲的是两点，他说第一个，他说我不惊慌，因为我知道耶和华在他的宝座上。当他说耶和华在宝座上的时候，他说耶和华我知道你是王，意思是你掌管了，你做王了，你掌权了。因为我们不能够理解现在在发生的事情，但是我知道上帝你掌管，因为你是做王的。孩子常常不能够懂父母在做什么，但是父母知道为什么需要这个样子去做，我们常常不知道上帝为什么这个样子做，但是当我们在这边承认一件事情，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，但是上帝你做王，阿们，所以我就可以安心，阿我就可以安然居住，阿们，因为你做王，你坐在宝座上面，你还是掌管这一切，阿们，在疫情当中你做王，阿们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但是你做王，阿们。可能今天在发生所有的事情，我们不懂为什么，但是我们心里能够安然居住，因为他作王。所以大卫他第一个宣告，他说你是我的王，但是他不止在这一边，他说你在宝座上，因为他前面宣告是另外一件事，坐在宝座上是他知道谁掌权，但是他说耶和华在他的圣殿里，
所以神就说 No， 那我要住在你们，我要会幕在你们当中，所以有会幕，会幕会搬，但是圣殿不会搬，因为在这边对大卫来讲，在那一个的时候，这个的启示是上帝，他不会走，他要与我同在，他在乎我，他陪伴我，神在乎你。今天晚上在网络上面有人，你觉得你的生命没有价值，我要让你知道神在乎你。今天晚上有人，你正在想我直接跳楼就算了，错，那是从魔鬼来的，因为上帝他在这里面对着你说，孩子，我想住在你当中，我爱你爱得不得了。所以在那边的一个宣告，大卫的宣告，他说我可以不躲，我可以不逃，因为上帝他作王，他不止作王，他爱我，所以他在他的圣殿里，他在我们的当中。今天那一个圣殿是这里，是我们的生命。主说我不是在别的地方，今天我住在你的里头，与你在一起。世界可以抛弃你，但是我永远不会抛弃你。你可能觉得没有人要你，但是我跟你讲没有关系，因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要你，他爱你，他在乎你，他作王掌权，他在这里，他在这里，他在这里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阿门。当你再一次敬拜的时候，开始理解这个的真理，哈利路亚，这就变得不一样。一起来，跟刚刚一样的和弦，二级一个小节，你觉得你没有，然后五级，没有人可以爱你，
3 4 1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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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3 4